是升堂岛了，超级美的。然后这次来的时候跟艾龙借上次就是要对决的泳衣，就是那一件最贵的 Burberry 的泳衣，好看吗？他说很可爱，所以他就说借我出国穿，是不是超可爱的？好像属于不是集中型的那种，但是颜色的拼接蛮可爱的。耶，我们到了菲律宾 Miti 度假村，然后这次其实是我的朋友带我来度假。就我们之前有打赌过，就是如果我赢的话，他会带我出国。然后这个赌注是在3年前，然后你现在终于履行你的承诺了，没关系。但是我超级开心，你有感觉到我很开心？就很开心，因为这边真的太美了，给大家就看一下度假村的楼梯，一走下去就已经是海边了，我觉得蛮扯的。现在走过去，可是这个水其实蛮深的哎。可是我在问那个柜台，我是可以走看看啦，但是走到中间如果真的太深，我就会回头。可以啊，好，你看那个人都划船过去了，但他就是说这个是很浅的，用走的就可以。我觉得过去有可能会到脖子，因为他中间这边看起来深，然后这个度假村下面就是也有一些躺椅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说你要走过去？真假的？OK, thank you。要在这边谢谢我的小萱萱，最可爱的小萱萱，妮妮，以后不会叫你老陈了，以后叫妮妮，肥仔妮妮，可以吗？肥仔妮妮，带我来这边玩，我们已经到了。看起来很厉害，这个饭店的花椰菜，其实是披萨，好吃，还有配上这个景。来到饭店的泳池，无边际泳池，哇，这水有点绿绿的，绿绿蓝蓝的，好像一个湖。无边际，好美哦！我们现在在菲律宾的薄荷岛，这个水蛮深的哦，好像一个湖哦，好美哦！我们要去深潜了，然后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，好期待哦！这个车也太可爱了吧！来接我们的车车。小船了，是一个很难到达的岛。来到资生堂岛了，超级美的。然后这次来的时候跟艾龙借上次就是要对决的泳衣，就是那一件最贵的 Burberry 的泳衣，好看吗？他说很可爱，所以他就说借我出国穿，是不是超可爱的？
好像属于不是集中型的那种，但是颜色的拼接蛮可爱的。哇，这边是可以自己选，等一下要吃什么海鲜。海鲜现在一百块吗？OK OK OK。海的，海的东西啊。哎，行，才一百块而已。蛮贵，台币50块。收不？香贝，这个方形，香贝。收不？香贝，你要尝吗？没有，这个大，新的两股。来，新的，OK，刚刚点了一个烂尿虾，长得有点像一个虫，大虫，好可怕哦！这个我可以，这个我后悔点这个。给大家看一下海胆，它吃起来真的可怕。海味超重的，很多很多沙子，太多沙子了，但还是可以吃看看，就是跟平常那个生的不太一样。蛤蜊，这应该是我人生吃过最大的蛤蜊啊！哇，超大的！鲍鱼，导游点的鲍鱼，知道。很嫩耶，跟我想象中不一样，蛮好吃的。